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Unilever Avian 最新推出的 Magical Rejuvenation Set。这个 set 里面呢，包含了12个产品，之后呢，我会一一为大家介绍。而我们也会鼓励大家使用我们的 Avian Skin 5 Step。Skin 5 Step 有的是 Cleansing、Toning、Special Correcting、Moisturizing，还有 protecting。第一个我要为大家介绍的产品呢，就是 Perfecting Deep Cleansing Oil。这个 Perfecting Deep Cleansing Oil 呢，适合任何皮肤使用，而且呢，它有效于清除我们的彩妆与污垢。我们也很鼓励男士们使用，因为它可以有效于清除我们的多余的油脂。它的主要成分呢，就是 jojoba oil 和 sunflower。它是绝对100%的天然油，所以我们不会害怕它阻塞我们的毛孔。HSH Defense 的 Cleansing Foam 和 Toning Essence 呢，最主要它是纳米技术，容易被皮肤吸收，有效于制造更多的胶原蛋白，抗老化、抗氧化，以及有保湿的功能。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Collagenic Leaf Set。这个 Collagenic Leaf Set 呢，最主要呢，它就是给我们补充回所流失的胶原蛋白，让我们的皮肤呢会更柔滑、更有弹性。图片显示呢，这个是非常健康的细胞与肌肤的结构，可以看到明显看见胶原蛋白充足，皮肤非常的平滑。而接下来这个图片呢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已经流失了的胶原蛋白，使皮肤不再平滑，皱纹与细纹也呈现出来了。足够的胶原蛋白呢，能使皮肤更加的光滑柔嫩，而我们的胶原蛋白呢，也会因为紫外线、压力、自由基以及缺少水分而流失。Face Mask Powder。Face Mask Powder 呢，是在我们 Collagenic Leaf Set 里面其中的一个产品。主要它的成分呢，就是含有 White Tea Extract、抗氧化、防自由基、Yogurt Powder 和 Aloe Vera， 有效于滋润我们的皮肤以及舒缓我们的皮肤。接下来这个呢，就是 Gel Booster， 它最重要的成分呢，就是 Micro Collagen。Micro Collagen 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呢，它就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重生，而且可以减轻我们的皱纹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弹性，它可以保持我们皮肤的弹性，紧致我们的肌肤。Collagenic Leaf Set 的使用方法呢，是非常的简单，你只需要准备一个小碗，一个汤匙，加入一汤匙的 Face Mask Powder，2汤匙的 Gel Booster， 把它搅拌均匀，使用你的刷子向上拉提，每一个步骤向上拉提，额头，甚至颈项，等待15到20分钟就可以擦干净了。而我们擦干净的方法呢，我们会使用海绵，把它弄湿之后，轻轻地把脸上的面膜给清除干净，那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Diamond Series 钻石系列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钻石呢，含有高能量，会发亮，而且非常的坚固，所以 Unilever Avians 把这个那么高尚的元素呢，加入了我们的 Diamond Cream 里头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皮肤老化的迹象。
通常在40到45岁荷尔蒙开始变化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血液循环、营养补充、细胞再生、胶原蛋白以及水分呢都会降低，而且三种可以见到的老化迹象呢，就是我们的脸色不均匀，皮肤质地开始松弛，而且缺乏水分。而 Unilever Amiens 的 Diamond Cream 呢，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在钻石系列里面呢，我第一个要为大家介绍的产品就是 Ultimate Youth Line Filler。这个产品呢，它附有两个专利的科技。第一个呢，就是 Dehydrated Spheres， 它有效于很快速的由内至外抚平我们的皱纹，补充水分。而第二个呢，就是 Micro Sponge，它有效于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，弹性重生，使肌肤柔嫩，青春焕发，而且首次使用即可以见到效果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 Ultimate Youth Line Filler。 Ultimate Youth Line Filler 的使用方法呢，就是你可以把一颗取出，打开之后呢，挤少许的精华在手上，擦在有必要的地方，像是我们的头纹、鱼尾纹、笑纹以及是颈纹。那有剩的呢，我们可以擦至整个脸部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使用 Ultimate Youth Line Filler 之后6个小时所测试出来的结果，可以明显的看出6个小时之前和6个小时之后的分别，皱纹浮平，水分充足，而且光滑亮丽。接下来呢，在钻石系列里面呢，还有两个产品我还没有介绍。第一个呢，就是 Diamond Eye Cream， 另外一个是 Diamond Face Cream。 而它们当中呢，都含有这三个能量。第一个能量就是光泽，第二个能量是紧实柔滑，第三个能量就是滋润。第一个光滑呢，因为它里面呢含有纯化的钻石矿微粒，有效于使暗淡的皮肤恢复光泽，使我们的皮肤色泽更均匀。第二个能量呢，就是紧致和柔滑，使用全天然的植物萃取物，有效于软和皱纹，减少细纹，使肌肤的感觉更加柔滑细嫩。第三个能量呢，就是保湿，我们使用 Silk Soft Technology，让我们可以滋润干性皮肤，加强保留在营养的成分，而且它的功效呢，可以滋润肌肤，持久感觉新鲜感。 Ultimate Youth Diamond Cream 的使用方法呢，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早晚各一次，把少许的分量擦在我们脸部的5个点，然后擦均匀就可以了。使用 Ultimate Youth Diamond Cream 2个月之后呢，皮肤的平滑度呢可以改善38%，皱纹与细纹也可以减少。而图片显示呢，就是2个月之前和2个月之后的效果。接下来呢，就是 Ultimate Youth Diamond Eye Cream 的使用方法。我们会取出绿豆型的分量，在我们4个手指，然后轻轻地按摩我们的眼部，那就可以了。使用 Ultimate Youth Eye Cream 之后的2个月呢，可以明显的见到纹路改善 23.58%， 皱纹改善 32.98%， 细纹的长度改善 27.58%。 之前所为大家介绍的脸部护理，而现在呢，我会为大家介绍身体的护理，Body Wash 和 Body Lotion。 Extra Moisture Body Wash 和 Body Lotion 呢，最主要它可以滋润我们的皮肤，修护与保湿。而它最重要的成分呢，就是牛油果、维他命 E、 玻尿酸。Extra Moisture Body Wash 使用方法呢，就是挤出50cl的分量，涂擦均匀整个身体，按摩至泡沫出现，然后冲洗干净就可以了。而 body lotion 的用法呢，就是每一次洗澡之后都可以擦上，
而 Extra Moisture Body Wash 和 Body Lotion 两个产品呢，都可以给我们瞬间保湿和滋润皮肤，而且味道非常的芳香。以下这个图片可以看到，有被保护的皮肤以及被紫外线自由基伤害的皮肤的分别。让我清楚一点介绍我们的 UE Expert， 最高 SPF 50有效于防止 UVB， 那就是 Burning， PA++ 就是 Aging， RSF 98就是自由基，所以 Avion's 的 UE Expert 有效于防止紫外线伤害到我们的 Aging、 Burning 以及是自由基。而 UV Expert 的使用方法呢，就是取出轻摇20下，导至手的背后，擦至脸上的五个点，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肌肤了。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蜂窝组织，为什么蜂窝组织会形成在我们的身体上？蜂窝组织就是脂肪细胞变大，堆积至我们的真皮层，细胞变小，挤压我们的微血管，导致水分排泄留在脂肪层，皮肤表现凹凸不平的现象。以下就是四个蜂窝组织的阶段，由比较轻微到比较严重，而它的形成的原因呢，就是荷尔蒙失调、遗传因素、性别、年龄、饮食与生活的习惯。针对我们的蜂窝组织， Avion's 推出了全新的 Anti-Cellulite Cream， 有效于防止以及减少我们的蜂窝组织。经过测试，Concentrated Anti-Cellulite Cream 使用短短的四个星期之后呢，就会明显见到减少蜂窝组织高达 58%， 强化胶原蛋白，改善我们皮肤弹性，而且滋润我们的皮肤更平滑。不单只是效果明显，而且 Avion's 的 Concentrated Anti-Cellulite Cream 更得到2011年 Clio 颁发的最佳防止和减少蜂窝组织的大奖。